本田文清，伊人真认真，有理想，佮有才华。我想应该配合的是咱，是伊才对。是是是，王文清，你安怎讲，咱就好。哎，文清啊，你来啊。王老板，哎，我看代志都安尼决定，可是恁若拢准备好，再通知我进录音室，好无？不是，再佫坐一下啦。无啦，我佫代志我先走，歹势。啊，苏莲。 这是我为你写的情歌，甲老好的题目，你提前听看觅。哦，对了，你即摆情况有适合入去录音室录音无？我任何情况，我拢会当工作，但即摆对我来讲是上适合的。嘿，文静啊！嘿，哦，王小姐突然一直在学落你呢，嘿嘿。 你愈来愈厉害哦，连这大牌的歌星都讲一定要叫你做制作人。文静啊，你是不是介意？吴老板，你是想倒位去？我介一点仔都无啥物，我只是发觉伊有真侪咱无法度了解的痛苦。哦。 你是要甲惊死心啦？你当时来？人已经来足久的啊，我甲你叫，你嘛无听。我拢问，你嘛无听。我咧讲哦，我即马咧做工课，我无迄个精神甲你冤家啊。文清，我毋是来找你冤家的啦，我是来甲你分析的。顶边是我毋对，我无应该使性地。 我袂对你发脾气，也是过就好啊。真实的哦，你袂生气来哦。咱两个从细就斗阵大汉，我对你有啥物好生气啊？嗯，我就知影你永远袂对我生气，就无啦。哎呀，我要做工课，你莫吵我好唔啦？你好好坐好无？我来啦。哎。 那是安怎？哦，啊你安尼出门一个面胖塞塞，啊入门一个面啊，喙啊喙啊二塞塞啊！哎呀，人抱一个啦，人今仔日心情欢喜啊！啊，欢喜？无你欢喜啥？甲爸讲，嗯。人就欢喜。哎，我就知了，查某囝饲大汉啊啦，这老爸太你边啊啦。
是啊，唔是嘞，爸，我要永远拢甲你做伙。莫使啦，莫使啦，你到底是咧烦伊啥物代志，阿爸讲啊？爸，我今日找文清，文清已经无伫高雄去安尼。讲到恁遮少年了，你阿免在安尼冤，阿念在咧好好啦。我这老的，互恁母甲咧讲笑笑啦。哎呦，我知道，阿老甲你讲嘛，讲袂清楚啦。爸，明仔载就是迄个彭淑莲的唱片正式要录音安尼。安尼好啊。我甲你讲哦，你即马倒来好好协助文清哦。嗯，我唔然要帮我帮助文清，而且哦，我要搁阿哥阿调的，万不言叫伊彭淑莲唱几遍怎？哼，哦。淑莲，拢准备好未？ 拢准备好势啊！咱今日就先录这条，像我这款的路线。淑莲，我第三拍那个所在，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哈。 丢啦！啊，过来一遍咯，过一遍啦。淑莲，休困者。淑莲，休困好势再落来。我，你是咧变啥啊？ 我顶无落去，阵这块我还袂落好。苏玲咧整形，你毋是无看，我要来用凊彩落啊。我，哎哎哎，无你是咧创啥？那照你安尼落，我你知我要开偌济钱啊？你袂先了，我会先了呢。凊彩落落啦。另一凊彩我袂用凊彩，惊休困，后工再阁落来。哎，哎呦，你这开始做制作人尔，你着先来遮住，我甲你讲哦，这块我囝也无落煞，你甲试看卖。你讲过两句啊。囝快落来。 你若无欢迎我这种人，哎呦，我都我你是讲我唔敢，我都唔将你讲你离开我这，什么人敢请你？你给我出去，你给我摆，
我开除你了！今天不爱落去，你若无欢喜用我这种人，哎呦，我若我你是讲我唔敢，我若唔将你讲你离开我这，啥物人敢请你？你给我出去！你给我放！我开除你了！你给我开除啦！文清，文清，哎哎，大妈，我老板你免讲啊，可是你让我这种人，这张手片我也歹落。文清。文清，文清，文清姐，文清姐，我老板，我老板，哎，文清，有什么车你行行吼？ 你敢有感觉这个山顶的空气是足好？你实在无必要安尼做。我是不是做这道人并不重要，但是这张专辑对你来讲确实非常重要。文清，你敢无感觉讲做人一定要有原则？以前你甲我斗相共较济，即马甲你共进退，这毋是应该啊？也毋过，不管安怎，是文清我来讲。 心苦，心情像落大雨，啊，
这款的爱情愈爱愈糊涂，甘薄无甘露。是你啦，淑玲。紧啦，文强，你是我这几年同着对我上好的人，不过你还佫有真侪代志要做，还佫有足好的前途。要将时间浪费在我的身上，安尼无价值，嘛无必要。淑玲，也毋过，你两早明仔载发生什么代志？莫想想遐济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原谅我好吗？安尼敢会接受？来来。谢谢你。嗯。刚出来。来，我扶你起来滚汤。哎，谢谢你。嗯，要困啊。今嘛好气哟，嘿。起码就看你他妈 QQ 了，你敢讲误会？我对我的行为跟你反省的，也不会跟你报警。我跟苏连绝对无虾米。苏连，苏连是你叫的是？我警告你，你若再敢接近苏连，我会杀恁全家伙啊！你给我！
我敢真正唔对啊，是。淑莲，我唔知要安怎甲你讲我有爱你。我想要用我的方法来证明，但是等到代志才愈不愈害。